嗯，还可以。一会儿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你和阿姨呢，现在在排队买游乐场的门票。我们今天带穆迪一块去。 我不去。哎，彤彤，彤彤，你怎么了？我说了，我不去。姜老师都走了，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？你还有心思跟那个女人出去玩？要不是因为她，姜老师就不会走。姜老师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吗？我就说你妈怎么了？彤彤，因为她姜老师不会走，我恨她。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。不可以动手，知道吗？啊！彤彤。 彤彤啊，奶奶，姜老师他走了。啊，彤彤，你在哪儿呢？你爸没来学校接你吗？我妈他跟关门养在一起，他不要我了，我要回美国去，我不在这待着了。彤彤，胡说什么？别急啊，奶奶爱你，奶奶关心你啊，只要欺负你啊，我就跟他没完。你等着啊。 奶奶马上来接你啊！目的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已经，别担心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彤彤反应会这么激烈。别那么着急嘛，江老师对彤彤那么好，对彤彤来说像妈妈一样，那种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，能明白。我这边没什么事了，你去看看彤彤怎么样。 谢谢，张国新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许再伤彤彤的心，赶紧到学校把他接回来。你要再伤他的心，你就不是我的儿子。行，妈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 你好，我是张龙的家长，请问你今天有看到他吗？没有。啊，请问没见到他？谢谢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张龙爸爸，请问你们有看到他吗？没有。谢谢。喂。 马上回来。彤彤，哎，你小点声，他们睡了没有？彤彤，别喊了，就在上面跟丁阳玩的挺好的，你就让他在我这住2天行吗？那怎么行啊？那怎么你现在上去有把握把他带走吗？上去再吵一架？啊，缓缓，给大家点空间，小孩嘛，过两天就过去了。 会不会太麻烦你？麻烦什么？跟丁阳一块儿多好。那行吧。谢谢你啊。跟我客气什么？你赶紧回去吧，着急上火的。行，我回去跟我妈说一声。嗯，哎，我送你。 找到彤彤了。
您放心，他在老丁家呢，他在那儿定要陪他玩，没事儿。啊，你看你这个爹，怎么当的？是，是，我把他宠坏了。是我把你宠坏了。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呀？放着好好的人，不过非得跟关美洋在一起。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啊！ 你心神不宁的，有什么心事是吧？我真的觉得，越怕什么，就越来什么。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债，结果现在一下伤了两个女人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大总，你。 教教我，以你丰富的人生阅历，给我指导指导。<笑>你这个问题啊，你说要是我再年轻个20岁的话，咱们俩还可以互相切磋一下。这问题可能是我来问你。<笑>不行喽，我的战场是在商场上，不是在情场上。 这问题，我帮不上你，啊！我想以你的智慧，你过得去的啊。这么说，你跟拍拍和好了？ 啊，那真是天大的好事儿！他对我的好呢，我都记在心里了，我也都明白。我觉得最起码应该给我们俩彼此一个机会，这样对对方都公平一点，对吧？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在我看来，你们俩真的很合适。呀，说说你的事儿吧。我的事儿，我什么事儿啊？DAG呀，你看你休假一个月了。 行雨不行，总要告诉我吧。哎，陆明那个case，我会给你做备份的。哦，陆明啊，我跟他谈过，上次相亲那个联谊会，我跟他碰见了。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，等我决定了，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您好，朱小姐，这六年的快递鲜花是陆总送来的。 谢谢啊！哇，看这意思，可不是光邀请你工作啊。干嘛？我也渴望爱情啊。不过，感情和工作我是不会混为一谈的。瑞卡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 什么事儿啊？关于陆明啊？反正如果从 business 角度呢，我肯定是希望去他那工作的，我能挣到钱嘛，对吧？但作为咱们俩感情来说，我是觉得，你说你跟他接触时间也不长，可能要多了解一点吧，万一要有什么小问题呢？小问题？谁没点小问题啊？ 我又不是要找一个完美无缺的男人，现在就先处处看吧。大家都觉得相处得很舒服就 OK 了，也没什么太高的要求。行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就不说别的了。哎，别别，咱们俩是闺蜜，当然得无话不谈了。
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当 CEO， 总是得板出一副领导的样子，搞得我对自己的认知都改变了。哎，说到工作的事儿，我给你透个底啊 ，PAG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说法，我是不打算再回去了。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我把我的青春都献给了 PAG， 奋斗到 CEO 这个位置也算是到头了。我现在唯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 CEO 以后让谁来当。你临走的时候